接下来由第四组世纪装饰奖 Build It 以和谐多元的地球村为设计理念，融入希腊、欧洲、日本、法国、德国各时代的经典服饰与文化风貌，展现原创又流行的创新风格。首先为您登场的是希腊女神，纯洁高雅的白，配上雍容华贵的金，展现出女神的性感及高雅的气质。金色羽翼带领我们走向她神秘的国度，一同揭开这神秘的面纱。华贵之心以红色、金色呈现欧洲，辅助的典雅与华丽，红玫瑰点缀更显浪漫，神秘的莲藕更衬出千变欧洲的华贵之美。珍珠的调和，充分点缀出法国女人的优雅及无可取代的唯美气质。葡萄前之梦以蓝色、金色呈现出一位孤独翩翩的军官，蓝色的面罩更添加神奇的色彩，仿佛预告着正展开一场奇幻之旅。
这样的。世纪装饰奖。